大家好，我是李守红，咱们这节课接着讲 GBPM 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咱们这节课开始讲一个 timer 事件。timer 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一个定时任务，就是一个周期执行的一个任务，或者是一个计时器。咱们在学习 JDK 或者是 Spring 的时候，都会有一些 timer 的一些控件、一些组件、一些中间件出来。这个是，也就是说，这个证明了咱们这个 timer。确实很重要，咱们 GBPM 也给咱们提供了一个 timer， 它有什么作用呢？我这里简单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 timer 里边第一个作用就是做一个定时任务，就是我倒计时的作用。比如说是我经常咱们做业务的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审批流程到了一个节点以后，比如说到了一个组长审批这个节点以后，如果组长一天之内它超过一天了还没有审批，这个流程就自动往下走，经常会遇到这种需求。或者是这个其中一种情况是自动往下走，还有一种情况下我这个超过一天了还没有审批，这个 GBPM 要触发一个动作，或者做就是比如说执行一段代码也好呀，发个邮件也好，发个短信也好，做个提醒，这个都是需要咱们去用 timer 去实现的。这也是咱们经常用到的一种场景，咱们看一下 timer 怎么用。首先，咱们去新建一个项目。找16。然后把这个关掉。timer 是咱们就是经常要用的一种控件，也是咱们这个 GBPM 里边高级里边的第二部分的一个，也是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好，结束以后咱们把这个新项目部署进来。咱们看部署完了以后，咱看一下啊，这块没有改名字，它还是15，咱们需要改一下名字，先把这个给它 remove 掉。外部工程的项目名称这块必须改了，改了以后 Tomcat 才能认识这个项目，它会把它项目名称才会以一个全新的名字去命名。然后咱们启动看一下效果线。OK， 起来了。好，咱们这个启动没有问题，这个列表也加载没有问题。咱们现在做一个这么一个 timer， 这个 timer 咱们去做的时候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咱们 timer 其实后台代码不需要做了，只需要这个GBDL 里边去做一个配置，然后就能实现这个 timer 了。咱们现在实现这么一个功能，就是我到员工发起个流程到组长这个级别的时候，审批的时候只要超过咱们这块时间短一点，可以大家超过20秒的话，咱们这个流程就自动到了经理这个节点，做这么一个场景。timer 有这么一个标签，就是它20秒 SECOND， 它这个单位咱们秒就是用这个，分钟也是用 minute， 也是用英文的，还有小时都可以。咱们注意就是这个 timer 这个标签，这就是咱们这个timer 的使用方法。然后这里边 due time 就是意思是一个过期时间，也就是倒计时的一个时间。咱们然后把这个流程部署进去，咱把它复制一下，先把项目启动来。
先把项目启动起来。好，咱们把它复制到这个 JIP 文件中，咱们还是使用老方法 JIP 去部署。部署流程，咱们先选择这个 JIP 文件，然后点部署。OK，没问题，刚才有6个，现在7个了，没问题。然后咱们现在去做一个 timer，咱们看一下发起个流程，看看能不能让它去20秒后自动能过来。要定，咱们叫定时一天。确定，咱们看组长拿到定时一了，咱们看这个组长这个20秒之后会不会走到自动，甚至执行到这个经理这个节点，咱们看一下，等一下，稍等20秒。正常的情况下，就是20秒以后就自动就到达经理的节点。咱们现在也就是要实现这么一个功能，20秒就已经马上就到。好，咱们看一下，哎，还是没有过来，什么原因呢？还有一个问题，就大家没有给大家说，咱们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 timer 里边不光是要流程部署的，它使用 timer 还要有这么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咱们这个要引入一个 timer 的组件。咱们看一下 GBPM 的所有组件都是在这个 GBPM configure 的 XML 里边配置的。这里边比如包括你用的是 GPDL 的组件啊、BPM 呀、啊，还有一些热力啊、Spring 啊这些组件都是引入的。咱们还得需要引入一个 timer 的组件，timer 就是一个 job 是定时任务的一个组件。这个组件在哪一块呢？咱们看，先看从那个它的例子里边去找，example 里边，咱们看一下，找到它原来给咱们的例子。这个例子里边，正其他的和咱们以前的一样，只不过就多了这么一个。咱们看一下注释，它 to enable timers，就是说如果你使用 timer 的话，就必须加载它，咱们把它加载进来才行。看一下，咱们然后再启动一下，看有什么不同啊，和刚才的这个效果有什么不一样？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执行了。这个就是咱们去为什么要是使用 timer 的话，必须引入这个组件。为什么把这个组件默认为不引用呢？是因为这个组件是需要有个定时线程来直接扫这个项目的，这样的话，如果你引用的话，就有个定时任务一直在跑，这肯定是要占用一定资源的话。咱们现在做到的这个不引用，然后就是使用的时候再引用，这样的话就会就是这种相当于是热插拔式的一种服务，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服务。大家看一下，加入 timer 以后，就是 hamlet 在定时的去打出一个 SQL 语句，看到了吗？这个 SQL 语句就是告诉咱们，这个 GBPM 在定时的去执行这个 timer，这个就是 timer 定时任务。咱们看一下，哎，到了，已经时间已经到了，它这块应该自动到了经理这块了。定时一，哎，刚才咱们提交的正好到这儿了。这个就是 timer 的一个功能，就是定时到这块了。这个就是咱们一个讲解的一个 timer 的一个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让它的成立起一个定时任务，相当于是个倒计时的任务。倒计时到了以后就自动往下走，咱们就不像以前怎么想往下走怎么办啊？还得这块点一个通过才能往下走了。这个就是咱们代码里边自动的去往下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timer 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倒计时，然后自动往下走。它还能倒计时，然后去自动去执行一段代码。这段代码就是咱们要做一个监听，咱们在经理审批这块儿，咱们看一下。
经理审批这个 task 里边，咱们去做一个监听 on 事件上的监听 on， 也就是到达了经理审批这块有一个 event， 咱们就叫 timer out， time out 就是时间截止了。time out 里边首先有个 timer 这个主线，咱们就复制这个，让它去20秒就截止了。然后 timer 里边还有一个 event listener， 就是说我到了20秒后我要执行什么方法呢，就这个 event listener 告诉咱们20秒以后要执行这么 class 里边的一个方法。这 class 咱们是需要专门继承 GBPM 的一个 class， 大家看一下，咱们做一个 timer IMEST timer listener， 咱们做一个这么一个 listener， 让它继承 GBPM 的 event listener。把它加载进来，然后咱们给它序列化一下，因为它这个 listener 其实要部署到数据库里边的，要存起来，所以它要序列化一下。然后这个就是咱们要做的一个工作，然后把这个 class 的全路径，记住是全路径，让它配到这块儿，这个就告诉 GBPM， 大家看一下，告诉 GBPM。我到了经理审批这个节点以后，如果时间走完以后 ，time out 以后20秒以后，我就会执行 event listener 这个 listener 这个类，这个类具体怎么着有这么一个方法，方法里边写什么咱们就执行什么。咱们经常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修改一个数据库呀，或设置一个变量呀，或者是发个短信、发个 email 呀，都可以。咱们这块只是需要打印出一个小语句，咱们叫做。时间到了，咱们打的长一点，让大家看清楚一点。然后这下就 OK 了，这就是咱们这个 timer 的另外一种用法。到了这个 timer 以后，然后去执行一段语句，然后咱们先把它启动了，项目启动，看看能不能用，看一下是不是跟咱们想象的一样。OK， 然后刷新，咱们当然要重新部署一下流程。我把它copy进来，重新部署一下流程，选择部署 ，OK 到8了，然后再发起一个流程，咱们叫定。12，咱们这块2天提交到组长。咱们看一下组长有这个定12的，就咱们看一下，首先执行第一个 timer 就是20秒以后，咱们不经审批直接到了经理。咱们看一下，哎，没有了，到了经理那一件。我们看经理的任务，哎，这定11，咱们看找一下经理的定12任务在哪块儿。定12在这儿了，它这个排序我不太清楚，它按什么排序的？咱们这块没有给它做排序。定12这个任务，咱们看一下定12到了时间以后会不会打印咱们那个。调试看时间到了，已经打印出来了，就是到了时间以后就自动就打印这个时间到了，执行这段代码了。刚才咱们没有看清楚啊，咱们现在再去提交一个，让大家看清楚一点，叫定13333，请假天数3，到组长这块的。这块它这个排序规则不太固定啊，咱们看一下，就这个，看它过了以后，
咱们就先别看了，它肯定会第一步，第一个 timer 肯定会执行，咱们已经验证了。咱们现在就看一下第二个 timer 是否执行，咱们就等这个日志打这个这段话，刚才已经打了，咱们没有看到，没有看到那瞬间，咱们现在想看一下那个瞬间，也就是这个奇迹诞生的时刻。让大家看一下，把日志清理一下，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哎，好了，时间到了。没有问题，就是20秒以后，它就执行这段代码了。这个就是咱们的 timer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倒计时以后去执行一段代码。这就是咱们 timer 的一个功能。timer 主要是两个功能，就一个是时间到了以后让它去往下个节点流转，另外是时间到了以后让它执行一个方法，调用一个类的一个方法。这个类必须是实现咱们的 event listener 这个接口，其中。这个 timer 主要是在 GPDL 里边配置的，还有一个就是 timer 使用 timer 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咱们需要把这个 job executor 去引用进来，这样的话才会启动 GPPM 的一个 timer 的一个机制。咱们这节课把这个 timer 就讲完了，这节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